已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第一项第五款，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啊，因为该民众的那个录影哦，只有片段，所以没办法做更具体的一些那个像是危险驾驶及那个强制罪等触犯刑法的部分，哦，可能需要再厘清。所以那民众哦，可以就明确的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的证据哦，于行为终了时7日内哦，向那个警察局的网站检举。